国38年，中央政府来台，以大刀阔斧的魄力推动各项土地改革措施，使农民减轻负担，更落实耕者有其田的理想，奠定台湾经济基础。中国土地改革协会为了纪念台湾土地改革的斐然成就，在民国43年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时，决定以11月11日作为我国地政节，并于民国44年11月11日举行首届地政节庆祝大会。在庆祝地政节60周年此时，经由8位资深地政人分享当时工作经验，带领回顾地政业务的点滴。